各位传媒朋友，各位市民早晨。今朝咧，我同太太嚟到票站投票，过程非常之顺利。今次立法会选举咧，系完善选举制度之后一个重要嘅里程碑，系重要嘅一步。有153位嚟自唔同背景、唔同政治光谱、唔同界别嘅朋友参加选举，充分体现咗广泛嘅代表性，同埋一个多元包容、均衡参与嘅一个选举。里边咧，我哋见到一啲咧，大家可能都熟悉嘅政党嘅人士，亦都有唔同嘅专业界别、劳工界、商界、基层嘅代表。有利于咧，我哋喺政府嘅施政里面咧，日后能够听到更多不同的声音，从不同的角度呢去考虑问题，更好地从香港整体的利益来到推动良政善治。